清德兄，深受其害。如果今仔日的民进党的政策会加安尼大肆机，啊，这物件公布出来，真可恶。庭内底有真侪黑暗的物件，这是现在的当今。清德兄，深受其害。如果今仔日的民进党的政策会加安尼大肆机，啊，这物件公布出来，国安单位要摕，随时会当摕，但是你不应该摕出来做政治用途啊。马英九做八当的总统，伊无对在野党做政治军红。当时我伫中常会甲讲。总统，你若是做这个代志，是对台湾最大的伤害。伊讲，伊保证，伊绝对袂对在野党做政治军统。我讲安尼上好，因为你今仔日当对在野党做政治军统，相对你就会当对边边党内的同志，甲你意见无同款，甚至也是无同款的派系，你也是同款的做这个政治军统。你的好朋友，咱的清德兄，伊从2019年3月18日挑战蔡英文登记总统初选。清德兄，你当机时讲啊，请总统唔茫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，唔茫搁再用盟军对付我。句话我听你心肝内真艰苦。清德，今仔你新手机，如果你今仔你继续用这个手段掌控人民，对付台湾人，对付在野党，甚至控制国民命运，这是非常恶劣的思想，真可恶。